是我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家里面也可以学习练够。OK， OK， Next one， 怎么做 ？Best friend？ 哦 ，OK， Best friend， TikTok， 是我们这些产品都是 Amazon 上面这些的吗？希望孩子，因为爸爸喜欢打高尔夫，所以希望孩子可以，希望孩子可以有个，让孩子自己学一个运动之后，就可以跟爸爸一个家庭一起去玩。所以，但是因为疫情原因，也因为我们住在。我开车出去不容易，所以有时候在家里面可以也这样子一个小 solo、孩子也玩得蛮开心的这里。Best one? Best one?进去，还有一个。Not yet. Try again. 再试一次。Best friend? 好，再试一次。我们，这个它有三个 size， 这个比较中号的，这是大号的。所以在家里面，球杆跟黄色的球是另外买的。Good job! High five! Good job!你是个天才的高手。My turn。球先帮爸爸排好吧。放这边是放这边也可以。是。Mason 现在四岁，那个 daycare 是12点到3点，所以他现在。早上在家里面没什么事情做，有时候天气不好了，就让他在家里面。但是在家里面有时候小孩子没事做，就躺在那边，所以让他少运动一下就蛮好的。不要放在头上哈。球捡一捡，排好这个。还有我们家，这是我们家的小厅，其实没有很大，但是也足够给孩子小玩一下。OK。那个放好，那个放哪里？放这边吗？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家庭视频，请点赞。我们会继续学习，用心录一些更好的视频给你们，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。教育孩子的一些经验，或者我们一些做错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有些新的父母可以，一起来学习。好 ，Mason 要不要跟小朋友们、跟叔叔阿姨说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。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。Okay，See you。